出去啊！爸，你怎么过来了？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当然要在。走。去哪儿啊？还真骗了你第二回，哎，这怎么能叫骗呢？小沈讲，这叫惊喜。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马上要结婚了。你有那看着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到这儿才知道苏乔要结婚的，而且给他打电话又打不通。我也是啊。初夏是不是要给咱们一个惊喜啊？哎，大家稍等片刻。这什么情况啊？初夏怎么跑了？从后门进来，还换什么礼服？沈岸，你竟然搞出这么多事情来，你疯了吧？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配合你？就凭三个字，叶教授。叶教授，你真的找到了吗？迄今为止，你看到过，有什么事我办不到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没有沈岸的话，你能不能找到叶教授？那个手术一定需要叶教授吗？如果我跑了，现场这么多亲戚朋友，我爸妈会不会尴尬？你这是威胁。我只是想帮助我以后的妻子完成愿望而已，何况这只是一个结婚仪式。从法律上来说，孟初夏还是单身，得与失之间你自己衡量。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即便你离开，我也会帮着伯父伯母应付剩下的局面，绝对不会让他们难堪的。走或者留，都由你决定。先生，你是否愿意娶你对面的孟初夏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顺境或逆境，健康或疾病，富裕或贫穷，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爱她，对她忠诚直到永远吗？我愿意。好，请问孟初夏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你对面的？行了，我愿意。啊，我愿意。你这个新娘还真不矜持。我只是想快点结束。好，那现在有请二位新人互换结婚戒指。首先，有请新郎为新娘佩戴戒指。
有请新娘为新郎送上一生不变的承诺。谁能想到孟初夏这辈子竟然能戴上这么大的钻戒？加油，我上厕所。哎，这种理由就想骗过我，不准去。不是，我真的得问问我妈怎么回事。听话。哎呀，还能怎么回事？这都交换戒指了，你呀就好好的等着认新爸爸吧。哎呀，幸福。将你们带有戒指的手向来宾展示吧。结束了吧？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嗯，新郎，你现在应该拥抱并亲吻你的新娘了。哎，这个不用了吧？哇！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是嚷着说要撤资吗？我飞到美国，哪儿找不到他的人？今天有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纪婚礼意外的举行，新郎正是沈氏集团的太子，新任总裁沈岸。据悉，这场婚礼之前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许多媒体都是今天凌晨才得到的消息。众多到场祝贺的各界名流虽然提前知情，但都应新郎的要求，没有将信息外泄。记者猜测，这种低调可能跟一对新人没有取得董事长王美玲的认可有关。你想吓死我是吧？见到自己的老公有必要这么激动吗？陈安，我告诉你，我跟你的夫妻关系仅限于结婚仪式上那两个小时，现在已经结束了。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是我？只要在微博搜索栏打上你的名字，你一天的行程都能查出来，还有各种角度的偷拍照片呢。但这种东西只能更引人注意，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气。他不都是你害的？对了，叶教授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正在联系中。你到底有没有找到叶教授？之前你一直那么努力地找他，没有找到是因为叶教授他去了外地旅游。这是他旅途中的照片。那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你就别管了，不会耽误了瑶瑶的手术。暂且相信你，有消息了记得给我打电话。走了。哎，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要跟你谈。什么事？你明天和梦想搬到我家来住吧。你还没分够是吧？结了婚就应该住在一起的，不是吗？过来，过来。沈总，我陪你演了一出结婚的戏码已经仁至义尽，你别得寸进尺。我走了。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这位叔叔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不过你放心，就只是一种合租的关系。你们都已经决定了，我还能说什么？要不是为了瑶瑶的手术啊。不过这个房客是要交房租的，
梦想，这件事儿吧，它有点复杂。这位沈叔叔，其实就是我们的房东。又说了，上次你淋雨发烧，他送你回来，你就在床上迷迷糊糊的，说什么房子的事儿。过两天咱们就不用搬了。当时我觉得古怪了。哦，小子，你可比你妈妈聪明多了。那当然了，这个家呀还是有聪明人的，所以请你呢以后不要兴风作浪了。回屋了啊。哎，初夏，您今天看起来挺高兴的。不只是今天，这一个礼拜我这是做梦都会笑出来的。你这么说瑶瑶的状况还不错。是啊，哎，好多医生轮番来看过，个个都说好。哎，你怎么有空来啊？你不是刚结婚吗？哟，这事儿连您都知道了。哎呀，这新闻的传播面真挺广的。我这回来是想跟您说一下叶教授的事儿。叶教授啊，哎，可真是个好大夫，专家出手就是不一样。哦，对了，那你说你的婚礼我跟瑶瑶她爸应该去。哎，可是你也知道瑶瑶手术他就安排在那一天，我们俩实在是走不开，你不会怪我们吧？不，等等，瑶瑶的手术已经做完了吗？对啊，你不知道？谁做的？叶教授啊。瑶妈，你确定是在我结婚那一天吗？这还有错吗？一大早进手术室之前，你老公沈先生还特意来过电话呢。他说你们结婚的喜气肯定会给瑶瑶带来好运。这下还真让他说着了。瑶妈，如果你能提前给我来个电话，如果我早知道叶教授已经被他找出来了，那天我就不会。沈先生说你们俩是夫妻，跟他说跟你说都一样吗？是，您说这事我现在哭还笑呢。初夏，以前我的态度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们家安婷，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紧张的。我知道您是担心沈哥哥被影响、被迷惑。先不管初夏姐姐人怎么样，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是很亲密。真的？嗯，我并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那种新婚夫妇的甜蜜感啊。而且沈哥哥不也说过吗？他结婚就是放一个太太在家里。谁知道他对初夏姐姐是不是这样的心情啊？可是他们两个在我的面前，难道妈问他娶谁都是一样，就找一个
我最不喜欢的，故意气气我。所以啊，您先不要着急，着急伤身体又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先等一等，观察一下。也只有这样。董事长，乔小姐。啊，安婷，要不我先回避一下吧。没事，小隐修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事说吧。董事长，刚才青岛那边传来了消息，说总裁在那边的餐厅选址已经有了眉目了。这么快？总裁对这件事情十分上心，他在价格上也是一再的让步。我是什么想法你应该知道最清楚，赶快联系青岛那边的朋友，想尽一切方法做了这个项目。我吃饱了。今天表现不错。不要东西呢？没了，嗯，没了。这算什么？人脸都没有看到啊！瑶瑶的脸有点浮肿，怕吓到你，死活不让我拍。浮肿？没事吧？放心吧，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啊？出什么呢？下次是什么时候？别太心急，您妈妈经常去看瑶瑶，跟她父母现在关系好得很，所以我录视频总要找机会避开他们，否则很容易传到你妈耳朵里。这道题你懂了吗？先是假设 x 等于零，然后找出与 y 轴的交点，同理找出与 x 轴的交点，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以后，就可以确定了直线的位置。然后呢？正在听墙角的孟初夏小姐，我什么时候偷听了？我不是收拾桌子准备洗碗的吗？哦，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家的碗居然还会飞。哦，隐形的翅膀，听过吗？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最近没事就往孟小屋里跑，开作战会议似的，商量什么呢？国家大事。别敷衍我行吗？我很严肃的啊。孟想是我儿子，他最近变化这么大，你总该让我知道为什么吧。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嘛，我们两个都是男人，共同语言比较多而已。沈岸，我认识你这么久了，哪一件事情你办得简单了？行，我斗不过你。现在瑶瑶的手术也做完了，我们这场游戏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你说吧，我跟孟想什么时候能搬走？孟初夏，想不到你不仅爱听墙角，还很忘恩负义。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当初说好了，等到媒体不再关注你和我，我母亲承认这段婚姻的存在，咱们再默默的结束。前几天跟董事长的碰面，难道你忘了吗？本来就是嘛。另外，媒体依旧是关注你我的动态的，詹姆斯经常能接到询问电话。你别再骗我了行吗？这两天已经没有我们俩的新闻了，记者也早就把我们俩忘了。你确定现在没有人跟着我了吗？嗯。你可以自己来看一看。没有新闻，是因为我每天按时回家，一旦搬走就是头版头条，明白了吗，孟初夏小姐？不要太小看记者们的敬业精神。今天可以先回去了，过几天等我电话，啊，相机送给你们，当做奖金。平常你就这么换灯泡的？我自己来。那样做很危险。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想让我承认家里有个男人的好处吗？很遗憾，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这十几年来，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没男人过得也挺好。你别忘了3米的距离啊！忘了的是你吧？保持距离这件事，我从来没答应过。反正孟想上辅导班还没回来，今天你站上去一回，我就把你抱下来一回。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碰我，立马搬东西走人。你干嘛呀？既不能碰你，又要保证你的安全，我只有这样护着你了。喂，小影子。沈哥哥，我手被烫伤了，好疼啊，怎么办呀？别急，先让司机把你送到医院去，咱们在那儿会合。佳英怎么了？手烫伤了，我要赶快去医院看他。那你还不走？我不想看完了烫伤的，马上要照顾摔伤的。再有什么危险的家务别做，等着我回来。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100%纯粹的爱情，就有瓦解的可能。小影子，你愿不愿意做瓦解他们的人呢？
好不是很严重，这两天不要碰水，注意饮食，留下疤就不漂亮了。沈哥哥，幸好有你在，要不我真的要被吓死了。没什么大事，你在这休息一下，我去交费。手烫伤了，没事吧？没什么大碍，一点小伤，倒是把沈哥哥紧张坏了。嫂子，实在是抱歉，这么晚了还叫沈哥哥出来。本来我给他打电话，只是想问问他烫伤之后该怎么做紧急处理，谁知道他非要送我来医院，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现在他去帮我拿药了，一会儿他想送我回家。可能回去会晚一点，嫂子，你不会生气吧？哎呦，没事儿，佳颖，拜托你，能让他陪你多长时间就陪你多长时间。哎，能不回来就别回来啊！啊，对了，以后你想找你沈哥的时候，尽量找他，尤其是下班之后，他时间多的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什么意思啊？说反话吗？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封闭测试已经完成了90%，预计会在凌晨3点的时候全部完成。好，有什么进程和情况随时通知我。嗯，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去工作了。辛苦了。嗯，你好，请问泰迪哥哥是这个办公室吗？林总，有客人，请您进。我知道可能我说这些话有点对不起沈哥哥，不过当我听说了你和初夏姐姐的故事，连我这个外人都有点被打动。泰迪哥哥，我跟你以前接触不多，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认真付出不计回报的人。你和初夏姐姐的缘分是从7-8年前就开始的吧？这么一段跨时间的感情很珍贵，是不是？我很难想象如果你放手的话心里会有多难受。佳颖，对我来说是勉强初夏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才是我最大的难过和不快乐。所以不管他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就没有什么放下不放下？那如果初夏姐姐选择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你会怎么办？对不起啊，学长，我来晚。佳颖，嫂子，我是顺便路过的。泰迪哥哥，我们以前在美国就认识。没事，挺好的。学长，这个就是我落的东西吧？要不要喝点东西？我就不喝了，不打扰了。不是的，嫂子，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初夏，你这样会让我们两个人很尴尬的。我和佳颖正处在互相了解的阶段，而且佳颖特别容易害羞，还希望朋友们多给我们一些空间。我明白，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就当我没来过，继续了解，慢慢了解。初夏，天色晚了，外面没有出租车，要不要安排人送你？不用，我来时外面全是车，特别亮。就当我没来过，继续了解，慢慢了解。泰迪哥哥，初夏已经认为我有了新的目标，你想利用我把初夏从沈万身边带走的想法，可以死心了吗？几个股东对你餐厅项目的不满，可不是因为我。我知道，可到时候你也不会站在我这边的，不是吗？沈儿，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不是说已经通过了婚姻，弥补了当年的遗憾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女人，还要大费周章去建那个餐厅呢？孟苏夏，他知道你跟那女人的故事吗？是的，我跟他讲过，可他并不在意。怎么，现在又想利用孟初夏来让我放弃这个餐厅了？董事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餐厅、孟初夏，我都不会放弃。哦，沈儿，美国那个做咖啡的 M 集团，我们得多注意一下，他们最近针对我们美国的市场不断的挤压跟置换，我们不得不防着一点。我知道，我已经安排好了应对的措施。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就告辞了。我们母子之间除了工作好像没什么可谈的了。辛苦了几天，是不是不舒服？没事，估计是有人在惦记我。总裁，为了孟初夏，您能延后去青岛的时间？他在您心里已经这么重要了吗？她是我太太。哦，总裁，是因为……对了，青岛中基地产那边突然愿意再考虑我们的原因，你查清楚了没有？沈哥哥，乔小姐，小影子，你怎么在这里啊？这次青岛方面的工作得以推进，完全是乔家靠青岛的人脉，所以呢，这次不得不请乔小姐出面，帮助我们和青岛方面商谈工作。我也是偶然听 James 说起，就回去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真能帮上忙。原来是这样，这次真的谢谢你了，沈哥哥。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能给你解决一点烦恼，我很开心的。走吧。走吧。喂，嫂子。乔阿姨。啊，小梦想啊。对啊，我就是你佳音姐姐。
乔阿姨，你怎么会有沈安的手机？啊，这个我也没办法，沈哥哥他不肯一个人来青岛，非让我陪他过来。我们正在谈生意呢，所以他让我先替他接一下电话。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啊，这个说不好，可能我们谈完生意，我们还要在青岛转两天。对了，你妈妈还不知道我跟沈哥哥来青岛的事情吧？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下，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好沈哥哥的。好，我一定告诉他。那好，先这样。孟晓。你好，先生，需要什么服务吗？啊，你好，请问一下，到青岛的快递是不是特别快？嗯，先生，这个我实在不清楚，不好意思。20分钟早就过了。你。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出差了吗？对啊，我到这儿来出差。难道说你要送我的礼物就是你自己？什么？我把我自己送给你？嗯。沈安，二鹏不会来了，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你跟孟晓和丁飞串通好的，对不对？莫初夏，如果想我了就直说，用得着千里追夫吗？真的连一天都熬不住。天哪，你脸皮还敢再厚点吗？行，你不承认这是你的阴谋也行，那我们这就算是偶遇。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咱俩各走各的路 ，OK？帮我查一下，丁小姐打的电话，丁飞。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酒店紧邻大海，天天客满，而且四周独此一家，想去其他宾馆还需要走很远。怎么样，需不需要我收留你？放心吧，沈先生，我就是睡马路，这我也不会求你的。再见，再见。等一下，小姐。刚刚有人退房了，应该需要时间。叫他了。好的，1万1888，请加一下邀请。多少钱？1888。他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呢。嗯？不要了。警告你，千万别跟着我。小姐，我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实在是太着急了。但我为什么着急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我脑子里面哪根筋搭错了，跟一个我特别特别讨厌的人聊了很久，还一起看了球，最后还睡在一起。你别误会，我们一起睡觉就是，不是那种睡觉，就是反正那种，反正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我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个男人，我能不尴尬吗？我这一尴尬我肯定得跑吧，我这一跑我就没带钱包。112元，谢谢。哎呦，我来青岛也是被我朋友骗过来的，所以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肯定也不接，我也不能回头去找。我把手机压这儿行吗？112元，谢谢。哎呦，
是一本医生。穆初夏，又拿着你这个手机在这里招摇撞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想用你的手表换自行车。后来呢？在咖啡厅里忘了带钱包，又是找我借的钱。你又跟踪我是不是？原本我就打算给自己放一天假，在青岛随便的走一走。谁知道，一出门就碰见了阴魂不散的你。哼。哎呀，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跟着谁啊。得了吧你，青岛这么大，我们俩能遇到的几率能有多高？那你说世界这么大，咱们两个也遇上了？请问你们到底谁买单啊？谁吃的谁买单。你服务员，你可要注意点啊，现在骗吃骗喝的人多得很，这种人你们就要坚决地让他留下来刷盘子，用劳动来赎罪。婶婶，你先别走呗。问你个问题，答对了我就借给你钱。你问。你说我帅吗？特别帅。那杯水呢？换回来，我要喝我的。那杯是我的。不要。这里的大海还是一点都没变。以前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作曲家，可我的母亲沈氏集团的董事长希望我能读金融，将来接管沈氏。我跟他大吵了一架之后就跑到青岛来了。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青岛这个名字，不过从来都没有来过。后来呢？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在青岛海边开一家美丽的餐厅，让那些生活艰苦的人们能在里面享受片刻的安宁和乐趣。而我也一样有着同样的梦想。再后来呢？那个时候的我什么都没有，就连保护最心爱的人也根本都做不到。再后来我还是乖乖地读了金融，她也没能实现梦想，就嫁给了别人。不过她梦想着开餐厅的这个心愿我一直记在心里。还好过不了多长时间他的愿望就能实现了。这个梦想应该比你想当作曲家的梦想容易实现得多。作曲家不一定非要会唱歌吧？那也不能五音不全吧。怪不得上一次比赛的时候，都
到最后一关你是说什么都不肯开口，原来怕一开口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到呀。沈总，我看你以后千万别再板着脸吓唬员工了，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嘛，譬如说别惹我，惹我就唱歌给你听。孟初夏，你这人对谁都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怎么就从来不怕我呢？你唱歌本来就有本事，你别跑，我又没说错。你别跑，你干嘛？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跑啊！抓不到啊！佳颖，这次青岛店的项目记得替我谢谢你父亲，我回去了。怎么不叫你家保姆出来帮忙？她今天休息，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可以的。休息吧，我先走了。沈哥哥，留下来喝杯水行吗？不了，我着急回去。小影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啊，沈哥哥，怎么还哭了呢？我只是觉得，你这次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有点控制不住。怎么会呢？你想的太多了。这么多年了，沈哥哥，其实你一直知道我喜欢你，对不对？有的时候，小孩子会分不清喜欢和依赖。我虽然比你小，但是我很清楚喜欢和依赖的差别。陈哥哥，我知道你是一个多坚决的人，我们两个之间这层薄薄的纸一旦捅破，就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可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告诉你，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沈哥哥，遇见你已经花光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运气，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爱上初夏姐姐，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也要说再见了。在道别之前，给我留一点可以回忆的东西，可以吗？我回来了。莫初夏，你们不在家，去哪儿了？是不是去看叔叔阿姨了？什么时候回来？沈总，梦想的中考已经结束了，姚月也在逐渐康复当中。媒体也不再关注什么神态，包括董事长，也不会再否认答应为对方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是因为那天晚上在海边的事情吗？莫初夏，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没这个必要了。你忘了吗？我们本来就属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去烦你，你也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我和梦想暂时先带走一部分衣物，剩下的东西等我找到房子之后会马上搬走。还有，我不会辞掉餐厅的工作，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里，希望以后你可以把我当成一名普通的员工，彼此见了面点个头就好，让生活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可以吗？孟初
夏真的不在这儿，就听夏不帅说的。别叫他不在，真的不在这儿。你说怎么没用？走吧，走吧都。真不用停，不在这儿。来来来，哎来来，别叫，别叫，别叫。你干什么？独自面对吗？不行，你承受不了这些。如果他们一定需要一个交代才愿意走的话，让我做你的代言。太极学长，关心则乱，你现在如果出去听明珠夏跟帮记者解释，他们一定会浮想联翩了。初夏，你现在不要激动，现在沉默不语是最好的选择。他们多待一分钟，我爸妈就会多担心一分。放心吧，这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是妈妈。可是我把梦想也带这么大了，这点事情难不倒我。初夏，你要记住，对于另外一半的诽谤，用词一定要坚定。比如说，我绝对相信沈岸之恋，懂了吗？对，如果这帮记者非要刨根问底的话，你就一口咬死，说这是你自己的家事，和沈岸已经做了良好的沟通，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嗯。哎，别过来！沈太太，沈太，您有看到今天登出的照片吗？请问您有什么回应吗？外界传闻说您和沈岸不和，所以他才这么做。请问这是真的吗？请问您能原谅他吗？这件事情我无法原谅。所以我决定跟沈岸先生分开。不错啊，确实非常好。本来一些小误会现在看来全都解决了。沈总，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老探到青岛店也会成为东部海岸线的一个新的地标，那我们就上飞机场吧。好，一路顺风。好，再见。再见。好。有孟初夏的电话吗？你先回去吧，我去郊区一趟。好。这件事情无法原谅，所以我决定跟沈岸先生分开。瑶瑶，阿姨。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好多了，谢阿姨。那就是说，下学期就能回学校上学了吗？嗯，太好了。初夏，坐吧，坐在这儿。听说这一次你们家梦想中考发挥的不错，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一年之后，还真的可以在一中再见面呢。是啊，真是太好了。初夏阿姨，我这次恢复的这么快，多亏了沈叔叔。啊，阿姨知道，是他帮忙找到了叶教授。不仅仅是这样，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都很低落，除了爸爸妈妈，任何人我都不想见，我怕让他们看见我的脸。初夏阿姨，这一点你应该也了解吧？那段时间，梦想每天都在网上给我留言，但是我一条都没有回过，因为我想让所有人都把我忘了。后来沈叔叔不但找来了医生，还陪我说话聊天，
他是那么洒脱智慧的一个人，从他身上我慢慢找回了自信，克服了恐惧。初夏阿姨，这次找你来是因为我和爸爸妈妈看到了你和沈叔叔的新闻。瑶瑶，你不用再劝阿姨了，阿姨已经做好决定了。初夏，你是一个多么坚持的人，我知道，所以没打算劝你。不过沈先生托瑶瑶让你看见东西。沈叔叔把他的账号密码告诉了我，这里边有若男阿姨出事之前给他的一段留言。沈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这条留言。是的，当你看到这些话，我已经离开了。刚才我给你打电话，问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你说跟我很谈得来，可这正是折磨了我许多天的事情。沈安，我要跟你坦白，跟你聊得来的不是我，是初夏。至于你，我无缘的未婚夫，有一个女孩，请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吧。在我看来，你们虽然性格差很多，却有种神奇的默契。你们同样被爱情遗弃，却咬着牙努力的生活着。对，她就是孟初夏。另外，帮我带一句我非常想告诉她的话。初夏，要幸福。初夏阿姨，虽然我没有见过若男阿姨，但也经常听梦想说起过她。我知道她是个心里最干净最温暖的人。那天晚上是我突然闯进了屋中，若男阿姨第一反应选择了避开，这才发生了悲剧。可以说是若男阿姨用生命保护了我。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若男阿姨在天上看到是她的离开造成了你和沈叔叔之间的一堵墙，她心里也不会好受的。初夏，灾难和意外谁都不想遇到，可是一旦发生了，我们不还是得继续活下去不是吗？经过这场车祸，我们一家三口都意识到要更加珍惜拥有的生活，好好的往前走。初夏，你也不能被吓退了。那就把若男一个人留下吗？何小姐，在瑶瑶心里，在我们两口子心里，还有沈先生、梦想和你，他永远不会一个人。
若楠，我们来看你了。看到我们两个一起来，相信你也猜到我想说什么了，对不对？对不起，若楠，我还是决定拉住他向我伸过来的手，认真努力地生活下去，就像你跟我约定的一样，要幸福。若楠，你把初夏托付给我，让我照顾他一辈子。曾经我把这句话当作你的希望，没有怠慢过。现在他成为了我对你和初夏的承诺，我会用一生去遵守这个诺言，不让他再吃一丁点的苦，再受丝毫的委屈，请你放心。若楠，以前我认为是把你一个人留在了这里，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你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加倍的坚强，加倍的珍惜，因为我不只为梦想，为审案，为我自己而活，我还要替你继续走完以后的人生。若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真不错，不愧是我儿子。我天生丽质，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紧张吗？有点。你呢？呼吸有点宽。来，预祝咱们今晚都能满意而归。你们两个又在我背后说什么呢？孟初夏，有时间监听我们还不快出来。哎，妈，我们要走了，快出来让我们看一眼吧。好像有一点高，可不可以换一双矮一点的？不行，走不稳的话就一直挽着我。今天我就是你的拐杖，你是我值得炫耀的女神。哎呦喂，行了，我先走了啊，路上慢慢吐。路上小心点啊。知道了。
叫孟晨霜。你一定要冷静，毕竟那个时候你还小，应该不清楚。清楚，清楚得很。七号，16万5000元，16万5000元，20万。六号先生，20万，有应价的没有？20万一次，2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六号先生夺得了这枚珍贵的红牛钻戒。我想在此借用大家几分钟的宝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跟太太前阵子举行了一个比较低调的婚礼，但实际上我还一直欠她一个浪漫的求婚。今天希望在诸位的见证之下，我将这枚戒指套在我的太太孟初夏的手上。你愿不愿意戴上这戒指，和我携手一生？很疼吧？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件事情，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你只知道，我口中的那个人是我姐姐，可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告诉你，她叫孟晨霜。真是的，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而且偏偏还是他，这老
天爷不是在玩初夏吗？知道他是你生父，你还好吧？没事儿，除了有点惊讶以外，我还是比较担心他。初夏，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菲菲，我一会儿把东西收拾下。明天跟梦想搬到你那儿去。从今以后，我的生命中不会再出现审案这两个字。初夏，我知道这种事情突然发生转变成这个样子是谁都接受不了，但是你要明白，他毕竟是梦想的生父，他15年前就应该出现，现在才想回来做爸爸，晚了。梦想，妈这么做，你会生气吗？我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王伟林，想必这位就是 M 集团的新董事长了。王董，好久不见。其实咱们也不用谈什么，因为看到我的脸，你们心中所有的疑惑就都解开了，不是吗？总不能一直都住在这儿吧？梦想过完假期就要上高中了，得把房子找了。你们就住这儿吧，回头我和魏正德结婚了，我就可以搬到他那儿去了。到时候我就跟房东说一声，你们就租这儿。我先找找看。菲菲，真的要跟魏先生结婚了？就奔着这个方向去，等他父母从欧洲回来，我们去见见面。真好，真的挺好的。本来我与我们两个人的万里长征都走得差不多了，要是沈安不是梦想的父亲该多好，他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家那个人该多好。魏先生吧？不会啊，他出差了。谁啊？
梦想，你好吗？梦想，她好像是你妈妈，真正的妈妈。初夏，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自己，多为自己想一想，过着属于你自己的日子。不管你是想工作闯事业，还是环游世界，或者你想到国外去读几年书都没有问题，这些我都可以给你安排妥当。这也是我这次回国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姐，你之前说要报复。也是任务之一吗？对，而且是很重要的任务。那你打算怎么报复呢？最近沈氏集团受新闻事件的影响，自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你清楚吧？嗯，听说了，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M 集团对沈氏有并购计划，所以说，沈氏这个名字能不能保留到最后，现在都还不清楚。当然保不住了。成为沈氏的新主人之后，我会把沈家的人一个一个全部踢出去，让他们真正的在我面前低头就让。没错。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我孟晨霜，就是 M 集团的董事长。我这场面有点刺激啊。来了，我这几天呢接到了好几个电话，目的却差不多。我想既然大家都想商量一下怎么样帮助沈氏，我就自作主张了，和大家约到一起了。哎，大家来干嘛？沈总，您好，沈总，好久不见。初夏，哎呦，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心里踏实多了。前两天新闻还报呢，说你们俩分手了，哎呦，我担心死了。虽然当初啊，我帮沈总骗过你两次，甚至还把你骗到了婚礼上，但是我瞧出来了，你们俩呀，真的有感情。你们还有事儿吧，沈总，添麻烦了。那个，你们忙你们的，我走。哎，我还是先走吧。是我太担心沈氏，还有这家餐厅的安危，才主动给泰迪学长打了电话。我又不愿意一个人来，所以才死拖硬拽着把初夏给拖过来陪我。初夏，你就当谁也不认识，就陪陪我好不好？泰迪啊，这次找你是希望你的网站能针对沈氏做一个专题报道，把我们新款咖啡事件的所有进展都透明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这个没有问题。我的网站记者也传来消息，说这个新闻的受害者只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这让其他媒体也感到有些质疑，但是他们却选择了避而不谈的态度。相关部门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我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M 集团的步伐也很快，所以目前筹措资金以及稳住股东的信心才是最要紧。这个我可以帮你，但是你知道，网站现在也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可能不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沈哥哥，我很抱歉，我没能说服我爸爸。不过，我有几个叔叔，也许我可以去拜访一下的。泰迪。佳颖，谢谢你们。泰迪学长，有什么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帮得上忙的吗？就是啊，现在沈氏的董事会对沈总和董事长多少都有些意见，认为他们只顾沈家的地位，却不顾董事们的利益。但是 M 集团对员工的严苛可是出了名的，他们采取原来可是毫不会手软。所以我就想，如果可以有人从员工的角度跟他们谈谈，或许这个事情的成败全部都由我们沈家来承担责任。我不希望让无辜的人为我们出头，尤其是初夏。沈公子，这你就多虑了。初夏今天来只是陪我来坐一坐，他对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插手的，对不对？你们的纷争我躲还来不及呢，不会把自己卷进去的，放心吧。